现在排队人不多了。整个街上很少人穿韩服。哇，好大只棉花糖。嗯，人。走吧。放旁边。又有鱼板的，这间吗？那拿去好了。你没吃多少吧？我是鸡有吗？真大海进去了。这是小菜，小猪嘞。什么面？看起来很像冷面。然后那个叫什么饼？哇，这好多，好大饼。我要喝，有一种什么？味噌。对，就这一只啊。哎呦，断掉就断了。我要洗了。啊。甜吗？甜。哎呀，有人表演哦。什么断气哦？哇，流鼻涕。三盘来五斤，先吃，示范一下。你刚刚吃不干净，然后大妈过来，特地又来帮我们剪一剪，把肉剪开，让我们可以吃干净一点。哇，吃完了，看一下战利品。满一笼，装不下。吃刚好，叫美食。吃太多。就叫撑。撑。撑不够。残念。只好拍不到，只好跟引导大桥照个相。
岛大桥，台电差五分钟，我看有看到，开始，咔嚓。拍什么？要拍给谁？它、就是一般的饼干，吃一个看看。可口奶汁是比较硬的可口奶汁，它对可口奶汁好吃。对啊，超大只的，我用录影的。哇，2300块，它还要送红。碧布广场，OK， 好了，甜饼对不对？这个比较好吃哎。再来到了 BIFF 广场，这里感觉就像西门町一样，好多年轻人。很拿铁，哦，洋洋，超好吃的。好好吃！啊，为什么那只鸽子啊？因为我一直掉五谷。嗯。现在位在 BIFF 广场里面的一家专门卖韩国饼干的店。这大宝，是专程跑到这里来买菜瓜布，我就知道后面拉链子好在这里。冬天的，我们要冬，要装旺。八万五，哦，老板，哦，这个变成4万5。我们现在来到今天最后一站龙头山公园，离我们蛮远。龙头山公园，好了，杨爷爷，不要在那边闹，回到西面来吃山猪肉汤饭，一条鸡。我们今天就挑那个。三代的好，三汤饭。这里啊。对对对对对对，就吃它了。
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以。收下，站内。